疏离和紧张，引领城乡大众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，在生活更加公平合理，更加和谐有序，族群秉性。这个理由之二呢，善待孝道啊，也重诚亲乡。然而乡土。 而是新希望发展的潜力之所在。城镇化根本的目的啊，并不是以城带乡。城镇化。